好朋友早安，今天是2022年10月12日星期三。今天与好朋友分享金面大关。金面大关是一个很大的石牌，年轻时有一张放大5×7的相片，就是在金面大关拍的，一直想不起来金面大关到底在哪里。上个月在以前汽车公司同事的脸书上突然发现他也在金面大关石牌前留影，赶快询问他这是在哪里拍的。他告诉我是在跑马古道北入口这里拍的，这是国庆年假10月8日上台北，直接 Google 设定跑马古道南港街5号高速公路，发现堵车很严重，提前下3号高速公路，想说从石碇上5号，结果管制不能上去，改走9号北宜公路，一直到礁溪往山上走，心想不妙，果然到达发现这是跑马古道南入口。回礁溪市区逛逛，先到礁溪充电桩民宿住一晚。跑马古道全长5公里，南入口在礁溪，北入口在新北市与宜兰县交界处，就在北宜公路旁边。这次北上最主要就是要找到金面大关石牌，于是9日一大早就出发，先走5号高速公路到平林，再折返走9号北宜公路。到新北市与宜兰县交界处设有停车场、洗手间，旁边还有卖大肠包小肠、茶叶蛋小吃的摊商。苏婶在买小吃的同时，我先在往前走，果然看到跑马古道的地图。原本以为金面大关要往古道走上去才看得到，结果就在地图后面约30公尺就看到了。等我走到金面大关时，苏婶也走过来了，两人眼神相对，忍不住笑了起来。我笑的是，原来金面大关就在路边而已。苏婶笑的是，不用再爬山了。还是要感谢昔日同事卢素秋，让我有这趟怀旧之旅。最后，祝好朋友心想事成，平安健康，拜拜。